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今天要来玩一款美少女的战舰游戏。游戏一开始需要从三艘战舰中选择一位，那这一位就是我的初始战舰，它叫做标枪。它很可爱，有一个 2D Lab 的感觉，然后你指哪边呢，它就会看哪边，然后你可以点它来做互动，好可爱。它眼睛闪亮亮的，超可爱。点它，啊，攻口是不行的哦。